你们好，我是黄老师，你也可以叫我Becky。这个星期我在我的老家一个农村，我在这个农村生活了30多年了，但是今年我发现它有了一个新东西。 这就是美团。美团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在美团买蔬菜、水果和肉。我们第一天买，第二天，他们就会把蔬菜、水果和肉送到我们的农村。昨天晚上， 我在美团买了很多蔬菜和水果，今天早上已经到了。那现在我就要去把我的蔬菜和水果拿回家。我拿东西的地方在那里，离我的家只有300米。 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去拿吧。这就是拿东西的地方了。我把东西放在推车里。好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你去哪儿买菜？可以告诉我吗？<音>